谢娜在节目上播放自己跳澳门塔的影片，描述自己当时如何克服恐惧，正说得口沫横飞，却遭到一旁的5岁小孩吐槽：“那也不是你跳塔，那也不是你跳塔。” 刚刚那个就是娜娜姐姐，为什么跟电视那个谢娜不一样啊？我哪里不一样？从头没见过这种不要脸，当面被说脸太干瘪，谢娜尽管用开玩笑的表情带过，但现场顿时一片尴尬。男童的爸爸更在台下狂比手势要孩子别再乱说话。我跟你说，是因为镜头啊会把人放大，你回头看你上镜，你还以为是一个小猪猪。你他的狗吗？ 谢娜新节目介绍各方才艺萌娃，没想到却惨遭小娃修理。画面曝光引起网友热议，有人抨击孩子太没礼貌，也有人说孩子童言童语，别太认真。其实5岁的孩子古灵精怪，会的事可多了。就像画上的人，霎时间就飘下来了，让我们难以置信。真的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 这位模仿小达人模仿谢娜，手势表情都很到位，学汪涵说话更是笑翻在场明星，连小鬼大连大人都自叹不如。翻炒是情感的升温，糖醋是情感的蜜，做一碗面条何尝不是一种高级？好，记者综合报道。